帅，这么年轻的老爹，他应该去参加《老爹去哪儿》。他参加过。我怎么没看过？在第1278期。1278期。嗯，10年后。听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。如果你睡过100个女人，你唯一的特殊能力就会消失。不开玩笑。啊！对了，他的特殊能力是什么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李99，还好不到100。还记得我吗？你是？3年前我们也是在图书馆遇见的，你还借过我雨伞呢。我今年刚刚考进来，没想到第一天来图书馆就又见到你。以后还请多指教啊。啊，100。哎，你在写什么呀？停。你们男人追女人的时候都这么多招啊，还真是什么样的手段都用啊，还玩心跳，我都看不懂了，他到底要干嘛啊？停止时间，可惜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特殊能力了啊。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？我4000年前来到地球，一直守身如玉，而你……爸，我知道错了，那我怎么才能挽回呢？回到10年前，追回曾经被你伤害的初恋女孩，才能重新找回时间停止的能力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失败了，你就将永远丧失你的超能力，留在这儿做个普通的花花公子。10年前，那个雨天后，我再也没见过青雨，我曾经初恋的同桌女孩，
我可以将你带回十年前。我们认识吗？我们不需要认识。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搞基，你找错人了。我对男人没兴趣，对女人也没你那么有研究。哼，想跟我打口水仗，是自找羞辱。因为好色而丧失特殊能力的外星人，才是真正的自找羞辱吧。这里想跟我上床的女人有很多，但是用你这种方式来接近的倒是头一回见识，竟然派出了男闺蜜。原来渣男的手段不同，但自恋的感觉却大同小异呢。是不是觉得全天下所有的雌性物种都对你有兴趣啊？我们是来帮你找回初恋，恢复能力。就你们两个人，能帮我回到十年前？来，同学们注意啊！我们刚才讲到，通常货币基金总是流向最有发展潜力、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的地区、部门和企业。所以你们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样的资金流向就会达到资源配置的功能。刚才老师看你很久了，大家是不是清楚这一点？好，那从这个道理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，金融市场就是货币资金的流动和配置，就可以影响经济结构和布局。大家把这一点记下来。六月十六，还有半个月。今天下午有雨，你去图书馆要记得带伞哦。都是这门课的重点，希望大家能够记牢，回家好好复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。竟然真的回到十年前了。等等，你的书。谢谢。今晚有空一起看电影吗？没空。那我送你回教室吧。叫你别忘带伞，还是忘了。我故意的，我就是喜欢看着你打着伞跑向我的样子。啥样？走吧。挺会讨女孩子欢心的吗？常备雨伞是我的个人习惯，我会穿梭到不同时空，经常会遇到雨雪天气。哦，那你还会常备什么？手帕给女孩子擦眼泪，还是外套给女孩子披衣服？如果您这样说话舒服些，我不介意。你以为我是在跟你撒气吗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对你这身奇怪的衣服感到好奇而已。从头到尾都是这一套，很 low 啊。您好看就够了。你以为我想穿的这样花枝招展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进入不同的时空就会换一件衣服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时空法则的一条。我身上这件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，它是我的护甲。没了这身护甲，我将会跌进时空黑洞。为什么？其实早在500年前，全教授的父亲就是我们雨家的世交。我身上的这件护甲正是他父亲用他们星球上的特殊材料制作而成的，穿上它能保证我在时空的旅程中不迷失自己的心智，准确的到达既定的时空坐标。
哦，那就是说，谁拥有这套护甲，谁就能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。还要血媒的血。哦。嗯。雨早春。嗯，我去！哎，你的护甲怎么找到的？他父亲及时赶来，将时间停止。停止！对付这种渣男，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，作为惩罚，他将被暂时剥夺时间停止的能力。想要再见到青羽的话，就好好在这里干活，你的表现店长会告诉我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家伙现在交给我们管教了，可以这么说。哎，谁同意被你们管教了？你父亲。我，对了，还有你的止血。你这个该死的女人。该死这两个字不准对主人说。从现在起你就是主人的执事。谁同意你们这么做了？你们这根本就是绑架，而且是穿越时空的非法绑架。哎，你每次给主人换新衣服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那么保守啊？你知道些什么？这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？不就是你每次进入新的时空缝隙的时候，都会给我们的主人置办一套新的行头吗？我希望呢，你可以让他穿得性感一点，比如说紧身线条了，薄纱了，蕾丝了，网袜了。那你先试一下。想也敢这么穿、啊、想也不行啊，想也有罪啊。性感了啊。在等待、oh, hey, 我想要的未来、oh, hey, yeah, ooh, hey, yeah, 离不开我想要爱 Oh baby 总快有啊，早川哥，就感觉吧，早川哥吧，那个角色就是那种特别沉稳，然后呢，对他人就非常关心。虽然呢，在某些戏的时候有点暴露本性，总体来说的话还是挺不错的。剧场捡到了一只狗，然后这只狗呢算是那种报恩的心态，就成了我的神兽，我的召唤兽，然后只要打个响指它就会出现。那你捡到的这个只狗它叫什么名字呀？小白。小白，我就是这么一个积极乐观阳光的好青年嘛，对不对？它跟我的反差一点都不大。那对这个角色你有什么看法呢？看法，人好，老实，跟我很像，是一个社会的良好青年。希望你们能喜欢《男神指示团》这部网剧，也希望你们能喜欢剧中饰演索隆的我。总之谢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。